古时有传说，神鸟凤于太平时现身，乱世中消失。你则正相反。经过长久的战争，敌军已被我方全灭，感谢我们的致命武器在最后一刻做出的贡献，特此颁发奖章。人类终于迎来了永远的和平，全体鼓掌。这就是您所说的和平和快乐吗？臣妾之不足。永恒的和平。